Baby，I 以后面你 don't wanna feel the feeling。你家为什么播音机还要快二十啊？你后面那条龙刚在 kiss 你的那个头，真的、啊？真的、啊？他对我有意见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世界模组生存第十二集吧。哦，第十二，大概这一次会录到大概预测二十一集。这次会录到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教，继续教东东。那么由于矿物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在我们自己玩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就是做太大的变动，我们就是尽量挖多一点矿，这样的话可以一次教多一点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物资，不止一些，好，不止一些，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点。我们是手动挖的，你们不信可以去看地下洞窟。我已经把你们的，我已经把你们的都权限全部拔掉，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创造呢？对对，我们之前没有传统哦，都没有哦。对，你们只能手动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有了这些屁股帮我们挖了这么多矿，所以哦，他嘴巴张好大，他想吃我。我跟你说我迷路了吗？首先我们等一下，你们有挖到钻石吗？有好多东西哦。哇塞，你们挖好多哦。这个不糊哦。你要钻石吗？我不知道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。啊、水哎、欸、磨成水晶粉需要几颗啊、欸、你有几颗啊？你有几颗？几颗什么？钻石哦。没有回音吗？现在没有回音。十几颗，那你给我六颗。哦好，从白奶奶拿。嗯，给你做那个是要让你方便用的、啊，不可以滥用哦、啊。你们我怎么看不到你们啊？你怎么看不到我们、啊？你怎么会看不到我们啊？我们那么漂亮。迷路，我迷路了、啊。你不是在我们的地底下吗？你是冷媒。你知道你的龙在这边吗？哦不，这个就是冷媒啊。对，冷梅在这啊，冷梅在这里啊。这集的主角是他。对啊，嗨，冷梅。你知道我的，啊、你知道我的龙？我叫蟑螂啊！蟑螂从墙壁上掉下来啊！他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算了，不要管他，我们来做重点。一个男生这么怕蟑螂。啊！尖叫声。我打蟑螂，等一下。好，你去打蟑螂。可是古力派来追我。为什么要破音啊？我们今天救我！我完全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们今天要来教中等的。banana。闭嘴！我没办法讲下去。你排个方式就好，不要消耗到东西。OK 啦，哎呀，我们今天要来教中等的。中等的西金阿波。一夹菜波啊，烦死了！今天我们要来教这个东西。MFE 除电箱二等。那首先我们需要能量水晶 Power Diamond 门。能量水晶需要有九个红石粉末合出一个能量水晶。可是我觉得粉丝比较想要知道大箱子怎么做、啊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有今天装了其他的模组，可以放大我们的箱子。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对，我们还要放大我们的箱子。一二三四，做九个。九个再去压缩会变一个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二三。哎，冷梅好激动、哦！我觉得冷梅可以拍真的十块，我真的。打我十块，你妈蛋人！他在打蟑螂。你包龙啊！告诉我呀！好激烈哦！天哪！冷梅现在真的打蟑螂。他家到底有几只蟑螂啊？搓。放错边了吧？啊！蟑螂！你别怕没丢啊！行啊！等一下，我少一颗，还有没有钻石？我做好了。嗯？啊！你不要这个，小白要教你在那边、这个。这个，我知道这个，但是我要跟他们解释这个东东，没关系。你排一个方法好吗？哎，这样。它的合成方法很简单，你只要用钻石加储物箱摆成菱形的，然后再摆边边，但是一定要额外装这个模组才会有，它是单独一个而已，所以很简单吗 ？OK， 我教完了，很快吧？这个箱子呢，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我跟你们大家说，它很霸气，很霸气，但是不能并排。
但是不能并排。但是唯一他一个霸气胜过所有的箱子。我们为了，因为我们的物资太多，我们额外装这个模组可以增加超大容量，甚至还有五页哦，有五页哦，还可以装五箱的蟑螂，五箱的蟑螂。嗯 ，OK， 那就是我们做的延伸模组中的其中一样。等一下，你们到底打完蟑螂了没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还有没有一颗钻石？一颗就好。有有有有。他给我躲猫猫啊！一颗，来一颗，在你底下。你们都有挖到钻石哦，挖到就好了，挖到就好了。等下不能戳一下不见的呀？你不会拿杀虫剂吗？他整集这集都在杀蟑螂啊。不错啊，不错啊。我想说他没有杀虫剂吗？你不是冷媒吗？我去找杀虫剂好了。那这一集完全没有要入境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他这一集就比较麻烦一点。那就这样子吧。我再挂充电线顶吧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他自己录的怎么样。我觉得应该整集都在蟑螂来蟑螂去。天哪、啊！还有一只跑去哪兒？他天，到底是有几只啊？你是整窝蟑螂全部倾巢而出是不是、啊？救命、啊！天哪、啊、！OK， 能量水晶已经有一二三四，再一个，再等一个出来。然后我们来制作那个金电线，我们来制作。他在干嘛？他这次又在干嘛？他还在打蟑螂。Oh my god！ 你的能量小水晶在箱子里啊，四颗。我们把金矿拿去烧，我们需要金锭，我们需要金锭，我们需要金锭来去敲成金板。他们已经全家总动员了。他们家到底在干嘛啦？全团灭蟑杀行动。天哪、啊！我要找灭蟑大师了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把这个拿去敲，做成金板，然后再拿去剪，做成金条。你可以直接去抢银楼。然后把金条缠上，你们的橡胶也烧太多了，没办法，外面的树太多了。哦，我再去吸一点好。金条，哎，不是这样做吗？糟糕，不是把它做成晶片，然后再拿去剪吗？对啊，有剪出线来，但是找不出绝缘电线，我找一下好了。我们要制作的，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找一下。无电箱，我没食物了。无电箱的金条。哦，我在哪？哦，要两层啊！他现在要制作要两层。那只龙很碍眼，你知道他屁股一直朝着我，来对着我叫。我想把冷梅杀掉，可以吗？我可以把他杀掉。不要，把他推走，他太大了。啊，走开啊！有蚊子。你们有听到我在打蚊子的声音吗？有啊。结果一个人是在专门在那个。专门在那个什么灭蟑螂，另外是灭蚊，一个灭蟑大队，还有一个灭蚊大队，普通机械外科。那可能是我，我今天换我来教学。然后下一个是我来教啊，怎么那么多蟑螂？去武器走，然后找那个灭蟑大师，必安住。哎，什么？我拿到海龙蛋。哎，那今天是我刚才掉的。我刚刚在下面捡到。月熊，你刚才出去外面吸橡胶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对啊，我吸完啊。哦，难怪。我掉龙蛋，来吧。中了。我喝出来了。你想哦。好，这给你。中等。怎么了？厨电箱制作完成。你把那个厨电箱换一下啊。这就是中等厨电箱。大家有了这个中等厨电箱。他家要被他拆掉啊。他家，我觉得他家他的房间应该整个几乎电脑应该都快被拆掉了。阿四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好了，现在是不是晚上啊？对啊，对晚上没错。啊，是哦，好吧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哦，好吧，就这样子吧。呵。老板，快出来！OK， 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储存了。储存了。你原本那个厨电箱没有拆掉哦。原本那个厨电箱没有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对啊。我还有。现在是炉子跟那个。炉子里面会摆胸甲。炉子跟太阳能有在一起。现在是晚上，所以没有电。我们要做更多。里面会有那个铁桩。那是你的。那是我的。
你的铁锹被拿去灭了吗？它会显示你自己穿的。哦，原来啊。好。那么我们再来呢，要做什么？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。我们要再做一个很高级的东西。蟑螂。我们要做蟑螂。做一个很高级的蟑螂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要做高级的厨电箱，这是最大容量的。怎么做呢？大家快看。不用钻石了、啊。好了，大家回来了。蟑螂应该跑掉了。你确定？应该吧。等下从你的幕后方钻出来。我们要做叫做兰伯顿水晶。哦，那是高级的东西啊。没错，所以为了要得到高级的东西，把它掉下来，还摔一下，撞到桌子。好，好吧。我们再做一样，我看一下我还能做什么，因为这些东西我打算搭配112开始一起教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加速进度，用力往前飞。所以你们在干嘛？所以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教啊，教做蟑螂，对啊，在教啊。打我！哎，走开！哦，冷梅，干嘛？你刚刚讲话害我又把那个斧头做成稿子。我们来做那个好了，那个电炉，高级的电炉叫做电炉，进阶电炉叫电炉啊，就是电炉啊。对，进阶电炉。然后冷梅这集就被杀到份了，完蛋了。进阶电炉啊，对吼，还要做精炼铁。哦，哇，那台机器很烦很烦。真的不是我在说啊，我们还是要等一下把它做出来。我们除了要做进阶电炉以外呢，我们要先把这台机器做出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叫做蟑螂加拖鞋。蟑螂加拖鞋，再打下去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它叫 Best Farm Names Best Farm Names Best 我太难念了吧。Best Farm Names， 它要制作这个东西 Best。Brand names， 对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铁质外壳，需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，跟一个普通机械外壳，还有一个这个。我们先把普通机械外壳做出来，是洗吗？等一下看一下，好像看错了。蟑螂打死我了！铁质外壳，蟑螂打死我了，被蟑螂打死的。洗啊，找到铁质外壳了，有哎、欸，我们有。然后还有什么？铁板，踢到铁板，烧，踢到铁板烧，铁板烧怎样？我们铁板要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。然后拿来做一个这个机械外壳，然后再哎、欸、对，还有个东西，它并不难做，就是这个很像扳手的 hot comder， 被这种类似这个耐热感那种东东吧。好，铜板三个，铜板是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啊，铜板。Doki Doki。多做了一个，摆两边，然后呢，叠上去 ，OK， 然后开始排列，像这样，出来了。这个咚咚叫做美丽的我，饼，这有多美丽？对啊，是有多美丽？我看一下这个东西要摆在哪，因为这个东西相当的麻烦。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叮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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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谁的啊？谁啊？计时啊？你是想说几点开始打蟑螂是不是？12点了，打蟑螂时间到。好好，去。我好像放反了、欸。对，我好像放反了。直接敲掉会不见吗？啊！为什么？不要变成机械！不！你为什么要射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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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逼我！不要逼我！原来整的是内奸。为什么整的要杀我？野熊在干嘛？盖加一层啊！哦，记录点啊！记录点，你的记录点在哪里？死亡的记录点。不理你们，我要继续盖。好，我盖错了，我要重做。对不起。很好，没关系。放个屁！我觉得冷梅最近怪怪的。不会啊，这是他正常的样子、啊。他的蟑螂啊！你不要改天然后就po文说今天与蟑螂第一次约会。哎呦！
觉得兴奋又刺激，觉得开心，欧文。嗯，今天蟑螂哥哥不，蟑螂叔叔觉得哥哥。今天蟑螂叔叔觉得心情不好，于是我带他出去玩。哥哥，我又重做了一次。OK， 好了，他出现了。这个东西不需要吃电，他吃什么呢？我等一下告诉你们。这东西超会吃。是我煮的东西。你煮了黑暗料理能吃吗？吃什么？OK， 首先大家记得这一个，就是很该死的炼金炉。炼金炉，对，它就是炼金炉。然后呢，炼金炉不吃电，吃什么？要线圈。它吃黑暗料理。它吃黑暗料理。它吃黑暗料理。所谓的黑暗料理呢，就叫做这个。我找一下 E S S 什么的。Are you？ 我怕我做错，怕我做错就真的完蛋了。我找一下。现在改的东西太多了。真的。它叫做 E 啊，找到了这里，它叫这个。Ater hater get 啊，反正每次这个东西类似什么加热器那种东西。还活着，还活着。铁质外壳，还有个充电啊，忘记做充电电池怎么做、啊？就动手做做看啊。绝缘席、红石跟洗板 ，OK。东西好多、哦，天啊，我好伤心啊！先塞这里好了，东西太多了。没有关系，这是你应得的。绝缘洗衣电线，洗衣电线洗在这里。打蟑螂打到流汗，阿斯有没有这么夸张？我觉得你每天用打蟑螂训练自己运动哦。因为五个皮革谁要？三个铁锭，外面有铁锭，有铁锭，对不对？绝缘皮革外面只有一个而已，洗板。要自制的安吧？我有啊。我们的柴火要不够，再拿煤炭砖。红石，红石，红石，做红石砖啊！你自己分解没？哪里？这箱子里啊，大箱子这个、啊。这么多、哦？因为我的九组啊。哦。因为我也省空间，就这样。你不要一次分解太多。这个龙很烦呢、欸。可以杀他吗？问了没？这是冷妹的。冷妹的。我问了没？杀了没？OK， 冷媒我可以杀冷媒吗？做了四个电池，啊，前置物品啊，啊，好累哦。好啊，啊，需要一个这个哎、欸，嗯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还有铜锭呢？铜牌，铜锭该不会被我收掉了吧？真的、欸，因为说打造这个超麻烦的，我还一直猛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速度看清楚。哎、欸，金烧好了呀，要烧什么？我们现在缺什么要烧、啊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弄。我先烧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没有东西可以用。你们不是要去到下面去冒险吗？啊，我就去采集啊。可是下面都采集完了，啊、应该吧？再去延伸一点。有啊，还有很多再去延伸那些洞，我确定还有40%没有挖电哦。继续挖，挖电哦。电子电路。电子。不想冒险。电子电路。三条线，铁板红石。条线，铁板红石。铁板红石，铁板铁板锡铁哟。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完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这个步骤也太多了吧？到现在都还没弄完。我们橡胶已经246。哦，做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冷媒呢？已经十组。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冷媒，对，冷媒嘞？哎、欸，冷媒在哪？冷媒，冷媒在冒险。啊，你跑去冒险、啊？123。哦，他在外壳。有啊。断线。现在去找蟑螂。哦，他去找蟑螂。最下面是放这个。我做出来了，终于！恭喜恭喜！怎么养的？这个叫精炼炉加热器，应该吧？简称啊。那三组走开哦。连接的方法三个吗？小白，连接的方法记得。B O A R 是谁啊？人妹子，晨晨是干嘛？装可爱吗？哎，对 ，B O A R 是谁？哎，贝尔 ，Bar Boar Bear， 那什么怪物啊？我一开始以为是异月熊。好吧，不重要啊。
我们的洞洞跟洞洞要对齐，这边有橘色洞洞，我们要跟它朝着这边，洞洞只会朝向你自己放的那一面，所以我们要这样放。等一下，不见了，啊，不见了，晨晨，啊，我放上去就不见了，晨晨那边顶吧，再放一次，没有啊，不在我身上啊，那看一下他身上，你该不会是因为一直跳就。我觉得那这样可以直接从旁边拉一个，我觉得这样不为过啊。不行，我做。啊！哇！为什么会不见啊？没道理啊！哦，晨晨，我觉得你不要在底下，太恐怖了。你知道我没有锤子，我很伤心。有啊，底下有，里面有，里面有。我做一只，断到锤，里面有啊。OK 啊。板子啊啊！这样。啊啊！铁板啦，红石啦。看，放错了，这样的，做出来了，电池一颗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忘记了，啊，还有这个，铁板，橡胶 ，OK， 哦，不对，放错了。不要再消失了，拜托。我又回到我的包包里了，为什么？所以你做好一个，然后又回来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有两个反正应该是 bug 吧。然后记得洞洞对洞洞，我们的橘色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一个橘色，这边有一个孔，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它的孔也在这边。这台机器只能跟，应该是目前只能跟这台机器配合，因为它的电力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像这样摆，让他们两个亲亲，像是橘色跟橘色都在同一面，但目前没有电，所以我们呢，因为它电力目前吃还蛮凶的，应该吧。很凶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所以我们要接一条电线给他，他需要电力。我觉得这样接很乱、欸，糟糕了。不行，电力不够。你在干嘛，月兄？你要做两层种树哦。谁给你要种两层种树？上面是 IC 房，下面是那个当做那个后面以后的参考。哦，赞赞赞。哦，他这样终于有电了。